这个都你们自己有印这个书之后的自己去看哈，因为想印的话自己内容再看一下，我只要讲这条。好，我们第一个叫大学，先讲大学。大学之道在什么？明明德在亲民在人之上。啊，这第一句话就讲这个。这句话里头最重要是哪一个字？最重要在哪一个字？这整个字最重要在哪一个字？啊，我问一些有那个的，一些都新同学。好，我大学好了，你是这个三个阶梯的大学，你讲，这个大学校在哪里？在几个？哪一个是最重要？你认为？这句话里头哪一个字是最重要的？啊，大学之道，这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人之上。这一句话里头，你认为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地方？我觉得善。这个没有啊，智商。说善。好，了解。好，坐下。好，那个在啊，在你来讲，你认为哪一个是比较重要？你还认为善？好，那你当人家老婆的，你认为哪一个是？啊？德哦，在德，这边有德吗？明明德的德。啊，明明德的德。道德的德。算的。啊，立命哪一个字？子。啊，立命讲子。好，本立命把它鼓掌一下。子是最重要。因为所有东西是靠这个子字来的。大学在哪里？你要讲明明德，你想到亲民，可以。你在哪里？在哪边下功夫？在子。知道哪里？知道什么境界？至善之地，这个子是最大功。我们一般人的物欲哈，心很大，贪嗔痴爱很重，有没有控制好自己心？有没有止住自己的欲望？很难。看人家开什么车，我也开什么车；他飙什么车，我也飙什么车；看他什么豪宅，我也豪宅；看龙虎，我要跟着龙虎；看他卡卡，我要卡卡一下。这止住很难啊。你们那么容易啊？止最难啊！对，止于至善。所以我们道家、佛教就讲什么？佛道讲什么？佛道讲戒什么？还要戒什么？戒律啊！道家讲什么？清什么？清规。所以这个止字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儒家讲什么？怎样？非礼怎样？非礼什么？勿怎样？勿视。非礼勿什么？非礼勿什么？非礼勿什么？不管你非礼，这个非礼是什么？就是子的功夫啊。任何事如果离开这个子，你就放逸，你就不像人了，你就变成禽兽去了。所以这个子才是真功夫啊。它止于至善啊，所以我们第一个字你要看到这一篇里的重点就在那个止字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啊。大学者就是发扬自信之道，明就是切磋跟琢磨之功，明就是我切磋，明德就是我原来的本性是明德的，所以我要切磋之功。亲民就是我自心的光明，就要做的事情，做度化众生的事情，化天下同胞，使各具其性，所以至善就是大而无极的境界啊！啊，我把它做简单的解释，解解释你先要说的。大学之道在人的性天中，即在性天中，又何必自学？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有佛性，有天性在，为什么还要去学呢？因为我们人落在凡尘，被什么所拘？被气度所拘啊，物欲所蔽，将我们原本的信心的这个真理啊，陷于万丈的沉沉之中。所以我们必须戒什么？戒听经闻法，还有如说如切如说如陀如摩，用这样的火候的功夫下功夫，如切如说如陀如摩，精进不已。这样的话，之功以其不一，明性之天也，明你的性天。大学者，换而言之，就是令人学习、发扬性根之学啊！
好，我们再看一下拉上来，花阳性间之邪哈、哦，虽然是邪天，儿时不注意自己的身体，是故先要格物心物，格心物，这个格物是格你的心的物，好、哦，心物就是什么？不叫你的私欲。使你的言性怎样？又不能出自信的内圣空空，到达大于子的境界，我可以控制。哎，例如说，爸比哦，我现在哦痴呆哦，我现在痴呆吃半年了，偶尔会想偷去外面偷偷跑去吃荤，但想到跑去吃荤，想想不对，不能去吃荤，又跑去拿回回来。他回来说，哎，不行，这很好吃，又想去外面去买一个买一个，哎，又回来，他说我跑了三趟。我在心里在下功夫，好难过，好难过，好难过，又想吃，又控制不住。我说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止的功夫啊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啊。如果你不会，你要放逸自己，你就不管他生气二十一嘛。你要懂得，哎呀，我要修行，所以我会讲，会跟他作战。什么叫作战？天人战的话，天人什么战？天是我的天心呐、啊，跟我的人心呐、啊，会互相交战。那我当然，我认为天比较重要，我人比较重要，那我就提升，对不对？他说这可以升，所以我们这边修行的每个人都会讲他的心得，他修行的过程，他心里的那一块还是想要那一块，但是又控制不了，他又觉得那一块对我的提升没有帮助，我又要想要提升，所以经过了交战，这个叫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看懂啊？所以呢，所以人性问题自身的内在功夫到于止的境界，内在之功夫去集体故意，所以你要到止的境界，止就是说你根本不会动的念啊。然后呢，离故家以清明之用，何曰清明？明者身中之良明也，良明者何？即以信天意，此天下同胞各心其良明，其圣者为兼善天下。哎，然我一人。尽以灵明啊，皇天何时啊？本无皇天一世之心，愿天下同胞都能够用上如切如磋如琢磨之功，赋你的信天之极大的光明，由怎样？由自己的光明去推自己的心门，所以由你修的内身之后呢，推出外王之功去见上天下。我该修会不好，我修了，我该一般我四边都有人压来，我都修。哦，我那天鼓鼓掌，那些新竹来的三个姐妹带着爸爸妈妈都来听见，哇，这一次的票很多啊！啊，鼓励一下，各位部长，希望天下同胞都能够修行，天下都能修行，哎，这是一个智慧，这很好，这没有做坏事啊，这让我们了解古老的道德啊，让我们有很好的这善良的心啊，所以这个是很好的哈，推入今天极大光明。有几推人毫无人相，可以说是明明德之功，系内圣也；清明之功，系外王也。是内圣叫做明德，外王叫做清明。好，所以呢，系外王，内圣外王之功具足，一言而为天下后世法，一行而为天下后世德。你说的话，你后天天地的法则，你所的行为，你所做的行为是天下的什么准则？在世间就叫做圣贤，出世叫做仙佛。至善境界不行而自已，所以你到家的话，你这个至善境界，你自然怎么就达到了境界。所以第一个还是要止于至善。那还要就当简单解释一下，好，来一律是念一下，白话。
是讲得不错哈，李全阳主持就讲说，第一边就讲说，我们先功要下得心同，止悟一开始，如果你能得悟止悟的话，你要修到那内证就容易，内证够了之后，你就可以推外法之功，好，你所做的行为当人家表率，所以我们要达到内证，停下心去自止格物致知，那格物就看止的功夫有多少了。所以我们来到这个道场，第一个一定有一个清规戒律，不喝酒，不怎样，不赌博，不怎样。我们这边有十二条清规。来这边道场的人不能有摄影，摄影就男女的恩爱，都在家里可以。不能赌博的，还有不能这样，不能吃荤的这个道场，不能抽烟的，不能吃槟榔的，不能来这大声骂人的，他不能攀岩的。啊，攀岩就是不能攀岩的，还有不能的，不能的分党派。我们这戒律就给你指，就是说你来到这个道场，不是来这吵吵闹闹的，是来修身养性的，这个才像道场啊。所以这个叫指，指就是清规戒律。好，我们再讲，我刚才不是讲指最重要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它从指而开始。好，我们就念这个一下，知止而怎样？后有定。定而后能，静而后能，安而后能，虑而后能，一切都在从知止开始。不知止就不能定，看到这个都爱了，都控制不了了，就跑人都跑掉了。为什么？能定就是我能止才能定，心静如止水，哇，它都定。所以我平常都人都在这里，我只会有大事，我从来不会去卡拉 OK。我也从来不会去哪里玩的，去逛街的，去买东西的，我从来不会。我每天都一定都在这里，只有半道以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心很定，我不会说然后追这个追那个追那个追那个，没有，我浪费时间去追。要天下天下都来不及的，要从内圣外内圣外王都来不及，还去跟他这个打法和应对那个，我不会，一点都喜欢，不会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心定的原因。因为知止的原因，知道这些对我没好处的东西，我为什么要定呢？所以我就自然的定，才会有定。所以能不能定，看你的功夫。止越多的话，定力就越高。好，我们妄念都很大，所以要去靠知止，会有定。第二能静，定能安，安能虑的话，节制。既然知止，好，都是既知自己所当止之境，定则就是。将你的心源，这个叫居心源系意嘛，把你的心源抓住，绑住你的意嘛，不能任怎样驰骋乱跑，使其有所归宿。静则叫什么？这个静则叫清净无为，念之在心时啊，这朝思夕之也，早上跟晚上都念之在心。那我说慈悲的慈哈。慈悲的慈，还有悲，这个慈是什么字？慈就是清净，清净跟自在，清净跟自在，这个慈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心怎样？心念之在之。悲怎样？悲离众生所偏的，
哇，你都强调我，哇，你强偏路，我不要再去。非人众生所错误的，我把它拉回来，这叫慈悲，看到吗？所以心有一个自在。所以你看一下啊、哦，有没有？这边有几个？念之，念之怎样？在之。啊，这个下面这个心是什么？心的清净的啦，自在不退慈。啊，去看把人念唔对咯，走偏了，把想要把改换回来，拉回来，变成个悲。那如果你不清净不自在，你怎么去悲呢？你自己都有问题了，都已经不清净了，你还死去度人家？所以要先求慈，才可以求悲。那慈的上啊，上求佛道，上求什么？佛道，都是慈，清净自在。下化什么？下化什么？下化众生，慈悲就这样来的啊。所以很多的菩萨都有慈悲心，所以说啊，我也有慈悲心啊。但是看到物欲就想要啊，你什么慈悲心？看到这也许贪了，你就什么慈悲心？贪嗔痴都那么重了、啊，还讲慈悲心？慈悲心就能够清净人自在，才有资格叫慈悲啊。那我们自己说，泥菩萨过江都自身难保，还想要去度人家，物欲还比别人重，他怎么度人？贪心要比别人要贪，他怎么去度？所以至少要先学到来一个清净自在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啊、哦。所以呢，他说：“心者清净无为，念之在之，朝朝思夕思也。哦”好，安者是怎样？身有所寻呐、啊，好、哦、吧？定人的安有所寻，心有所归，性有所安，各得其所，自地不可混乱也。律德就是你内功已足，律外功知佛成也。好、哦，好，律啊，律内功已足而律外功安。哦，内功足了，外功就安，各得其所啊，失地不混也。啊，不，立德是内功已足，而立外功之佛成也哈。比如外伪功之后啊，但是内我修得很好，但是我没有行菩萨道去度度众生，我要如何将我的内圣推到无二法身变成菩萨？这个就是他讲的说，内功虽然已足啊，但还立外功之佛成也，所以要报悲天悯人之自律。律人不修性，律世间不清明，考虑世间的人不修性，又考虑世间不清明，德则具其性中之能事也。德就是这个德，而能德哈，而能德，这个德就是具其性中之能事，广见圣功，慈以化人，悲以大强，慈以来强化，悲以鄙视三千大千世为一体，四亿四千万。那时候在平阳来讲这个的时候，那时候大陆人口有多少人？他讲这个注解这个经书的时候，大陆人口有多少人？有四千七千万，四亿七千万。现在大陆人口有多少？十三亿多嘛。他在讲这个经的时候是四亿七千万。他说那个时候他在讲说四亿七千万都是同一同胞。那我们现在排的是三亿多。他是同类同胞不一样，因为那个时代背景的问题哈，所以呢，中我这样，有我信天之光明，非异道的同胞，对不对？各入自信，而我是佛果啊，而我的佛果怎样？不提而得而自得也。这个李天阳只是他花云院，他的师父是谁？你们知道吗？李天阳只是师父，汉嘛。汉什么？汉东夷啊，知道吗？汉朝的东夷。东夷群。汉东夷。东夷祖师啊，有时候这个李天阳帝要去考官试的时候，考试啊，他每次考转轮，一次没考上，第二次没考上，第三次要去考试，因为他书读很多，因为要考那个功名的时候，他到了一个叫做一个殿里面。他店里面的时候，刚好汉中人修行成道，要渡这个李天阳。他到那个店里的话，就跟李天阳坐在一起，说：“我们跟你坐在一起，他可以啊，坐在一起啊。”所以后来呢，他们叫这个什么黄粱，叫这个黄粱啊，黄粱。所以他说：“好，我叫黄粱来吃。”结果后来，李天阳就跟那个汉中人喝一杯酒，说：“李天阳就晕下去了，这不省人事了。”他一做梦梦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梦到他当官了。
哇，大官，哇，很多人鼓励他，哇，娶妻儿女很成群，而且儿女每天都嫁给他，读得很好，他有25年的风光。25年的时候，换了一个宰相，宰相说，哇，都把他当作仇人一样，就开始削官啊，给他折磨啊，让他放牛犊啊，妻子散了，儿女也被一刀把他打死了，然后呢，被占领，他自己奔跑啊，跑到他一滴点汗，然后人就死了。哇，那个汉中就跟他说：“你梦醒了没有？黄粱梦蝶呀，黄粱梦蝶。”他说：“你这次去考试，一定会中官，一定会中举，一定会越得到考试通过，一定会得到那个状元及第呀。不会，虽然你是状元，最后会考上，但你会当官，但你一辈子就是这样，但跑掉就。”妻子妻离子散，封官30年，妻离子散20年，30年，悲惨一生。像当初那个陈水扁总统，对不对？封官也很风光啊，哇，都奉做贵人啊，蛮风光的、啊。现在这个接下去，这个人的生命变化，这不很可不可怕？他当初杨家达，他一生所追求富贵，功名都拿到了，最后到晚年完蛋，碰到一个奸臣。不放过他，官军借进来啊！从阿里啊，七十三弄一个头，阿别惊，别让人招，不让台戏别招哦，人请来。啊，汉中说：“啊，你做好做吗？有没有做梦？”他刚好小弟说：“黄粱熟了，黄粱熟，黄粱煮熟了，黄粱梦。”他一惊醒，然后汉中说：“你刚才有没有做梦？说是你的这一辈子，你就去考功名吧。”他就转身就走了，不跟他聊天了。李春阳坐在那边愣住了，他说：“黄粱熟了，哪管？”他不吃哦，前脚都不赶快去追那个汉中，跪下去拜他的意思，但李春阳他成道，这叫做黄粱梦，这样了解吗？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的哈。所以休息一下，开智慧哈。因为到这里追求什么东西都变成一场了，一场梦哈。可是呢，人要对人一定要了解哈。这样是一场大梦而已。好，接一点，一直念一下。上山大踏步，人更人亦然作去，结果达到自己无以复加自善之境界，然初步欲学大学之功，须先心知止于何处，曰止于性天也。心有所归，而性不问自定矣。性定之后，则此生。只要明白信天所在，使心有归宿，
身有所寻，就是身有所寻，心有所归，性有所安的意思。性既然能安泰，那么就达到内圣之功具足。以下所说的律和德，就是指外功而言，也可以说是清净之道。虽然我自己的内圣之功已经具足，更必须时时刻刻怀着悲天悯人的心，苦口婆心的度化世人，在芸芸众生中，如果还有一个人仍未恢复信天之光明，那么就是我一己之信天还未能达到光明的巅峰。而所谓欲，是忧虑世界众生不悟自信，忧虑社会同胞之信天仍未恢复光明，这完全是以众生为考虑，以天下为担忧。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。因此必须发扬一己自信之良知，发挥一己自信之良能，己利利人，己达达人，使世界一道同风。就如春风和蔼的一面吹拂，万物因而欣欣同芽，人人脸上因而充满喜悦的颜色。像这样使众生都能觉悟，好，我们这个讲到这里的话，就是说你明阳祖师他发一个大愿，憨童你度了他之后呢，好像提到好，憨童祖师就问了李天阳，他说那我度了你之后，你要怎么办？那这个李天阳祖师讲一下，说假如我调度众生，如果有一个没有度尽，我不成功。我欲度天下众生，若有众生未度尽，我绝不成佛。汉中就跟他提了，哈哈哈哈，我说你一个人啊，徒弟啊，天下众生都被度了，所以汉中就很高兴。但可是呢，李天的大愿很大，假如天下中有一个没有度尽，他不成佛。所以他在讲说，假如有一个众生没有悟到信天的话呢，他觉得他没有达到极度高峰，所以他的悲愿。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关键词，左边有一个什么？李纯阳，李祖师。那李祖师叫做三教寻仙师哈，三教什么？三贤士。三教寻仙。三教寻仙的话，就是说李纯阳祖师跟大家讲一下，他说，假如要当我的弟子才能成仙，我们人若说要在天上当仙的话，他是上天的三教的显仙的这个事，就是母娘慈悲啊，让他当显仙的。那时候李天阳就跟我讲说，假如我们的道子班啊，还不是他的门生，道子不是他的徒弟，只要你修到真子，真正他的弟子了，他就是收为弟子。所以希望你们能够修到真子。他李天阳特别交代，所以我们大陆很多人有道子的人呐、啊，一直要往上爬。像有一天呢、啊，我碰到李天阳，把我收为弟子，我排仙班就有份子。啊，因为我们修道子班的话，就是可以到什么呢？到天人境界，地界天人。我们的道子班可以达到去地界天人当天神。天然的神，但是不能达到仙界，真般就可以达到仙般，所以我们现在培养道传，先修这个境界，你要再慢慢的看你的境界根基，你再慢慢去提升啊。这是我们开班的目的，是因为母娘慈悲叫我们一定要开这个班哈、啊，所以从道传慢慢进入真子，到进入全真子哈、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才让你找到，我们有这个道传的开班。那目前开班到目前总共有大陆跟台湾带来有几名的？46名，一兵中有46名，对不对？那台湾几个？台湾一样。台湾38。台湾那么多，28吧？好像没那么多吧？台湾大陆一个是要13名，这样子的话。大陆有21个。21名。大陆21，台湾一样有多少？25。台湾只有多大的市民啊！我们这一群
有这么多人来上课，你们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道德，啊，可能里头啊，可能上课这么多人里头，可能只有几个人有，啊，几个人不知道，看你上课有没有了解这么深入，有没有轻易这个经典，有没有做得到，有没有去根据这个经典所所说内容去下这个功夫，肯定他去下这个功夫，这个才有道德。啊，听一听啊，我懂啊，来混混混混日子啊，再过了日子啊，这没有喽。看懂吗？然后动不动就跟妈妈、爸爸妈妈讨论，我要这个电动玩具，我要这个，我还讲到心里都是心的动，那个是啊，这个混混文凭的，混文凭知道吗？把成绩考得很好啊，结果心都没有用到功夫的，所以我拿到五万不行给你，这只有两个学习还没到，因为要到心性都不会启动的，他不会说一定要我看这个我要，看那个我要，啊这个要。那这个如果说要这个要那个的话，就代表他心怎样，有没有像心定，看到欲望，欲望比较大，这个就能够拿到的话，就代表说你的心不够定下来，这样的话你又要往上提升，提升不了，所以说我只会懂道理，啊懂了解，啊但是我做不到，啊这样子的啊，所以我们道理专业要毕业也是蛮严格的啊。好，让大家了解。好，我们现在让大家休息10分钟，第二的话，大学生讲到这些讲。师兄啊，叫他进。他是一名老弟，工，好，休息10分钟。